看什么呢？下面好多人啊！哦，那些是粉丝。自从你和未来红了之后，每天都有很多粉丝到剧组来看你们。喏，还有粉丝给你写信呢。粉丝？是可以吃的那种粉丝吗？嗯，是也不是，就是一个人的支持者就叫粉丝。那为什么不叫面条啊？ 要叫粉丝呢，是因为面条不好吃吗？嗯，你还真是十万个为什么。因为粉丝的发音是。这一串符号是什么意思？嗯。嗯。I love you， 句式英文，就是我支持你的意思。嗯。那我也 I love you， 任何时候我都 I love you。 出来，你问我啊？对啊，你叫福宝，临时的经纪人嘛。啊，他今天全是内景，一时半会儿出不来。那哥哥呢？哥哥呢？哥哥。啊，你说未来啊？对对。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，天儿也怪冷的，你们都早点回家吧。我先忙了。 福宝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我让你来剧组，不是让你端茶倒水、跑腿打听的。你是不长记性，还是觉得我说的话不重要？老板，我就拎个水而已，没事的。你能帮我签个名吗？对对，我后面来的。找我签什么名？都回家吃饭。别阻呀！走。 着呢，福宝，你能不能帮我们转告一下弟弟，他的努力我们都看到了。好的呀，那个福宝，这个你可以帮我转交给未来吗？我毕业后会去你们公司实习的。行，没问题，谢谢。这天也怪冷的，大家都先回家吧，好不好？你们什么时候杀青啊？快了，到时候大家在屏幕前面支持我们就可以了。那你们平常拍戏累吗？嗯，工作嘛，有热情就不累。福宝，你能不能帮我写个新年祝福啊？ 我写啊，嗯，对，就你写，好吧。别急，别急，一个个来，来呀，我写，别急啊，别急，我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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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
应该不会再回来了吧？那我们走吧。好。